由本地厨师 Mohamed El Metin 创立的 La Metin Patisserie。从一个疫情期的一人创业，如今在 Iron Orchard 拥有独立店面，小小37人座咖啡厅，装潢与陈设特别简约。新推出的早午餐菜单只提供堂食，用可送取代汉堡的奶油面包，轻松将料理升华至另一境界。巴克的黑松露片直接就是奢华本奢。小小一个海鲜派，里头有六种不同海鲜，吃一口在嘴里，奶香和海鲜鲜味相互交织，让早晨格外醒神。和牛肋眼分量豪爽，细腻的油花搭配肉汁的鲜美，在口中融化，最喜欢它。来到了 La Metin Patisserie， 怎么能不吃法式糕点呢？以口感似泡芙的 Chocs Bun 和法式纱布列为基底，搭配清酒慕斯、澳大利亚坚果，最上层的奶油上还有清酒果冻和柚子，一口咬下，内敛的香味无比浓厚而富有冲击力。一款比较另类的芝士蛋糕，以 Brillat Savarin 芝士、瑞布罗森芝士、孔提芝士等制成，冰凉纯滑，奶香十足，不负 The Cheese of Your Dreams 美名。